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民心所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党的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系统总结百年来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不松劲不停步，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对于这些人，不论是身居要位的高级干部，还是百姓身边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只要发现就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没有例外。抓了我是对的，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警示后来的干部不再有这类问题了。王富裕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对于他的查处呢，彰显了中央啊反腐败的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他的这个违纪违法收钱敛财呢，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直到他被留置前几天啊，还在收这个私营企业主的所送的钱财，延续的时间很长，隐藏的也非常深。经审查调查，王富裕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裕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这是王富裕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我自己后悔啊，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初心之美没了，这敬畏之心后来都没有了。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裕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结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裕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裕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裕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这个王富裕表面上把自己包装成
啊，清正廉洁，但实际上呢，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的问题啊，在王富玉身上表现的是非常突出。啊，他甚至想着，哎，我这个冬天呢，我要住三亚；夏天我要住贵阳；春天、秋天我要住深圳。所以说，他安排的这老板在这个三亚、深圳、贵阳给他买房子，然后再装修。这套别墅紧邻高尔夫球场，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荫。王富玉酷爱打高尔夫，想打球了随时就能下楼挥杆漫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开始接触到高尔夫球，非常痴迷，从海南打到贵州，从在职打到退休，甚至呢是要求这个私营企业主，安排乘坐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球。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亚、琼山等多个城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海南发展旅游度假产业，高尔夫球场逐渐兴起，王富玉就在那时迷上了打高尔夫，也正是在球场上和不少老板逐渐打得火热。我这个打高尔夫的也打出了很多毛病，打出了什么毛病呢？一个是买房子在球场上决定的，拿钱在球场上决定的，这不都是腐败了，成了腐败交易场所了吗？在海南工作时，王富玉就开始收受大笔贿赂，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1995年就违规为本人和妻子女儿办理了移民手续，直到2009年，他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才取消。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当时的海南琼山市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首次尝到了一把手的滋味。我到了琼山做书记、市长的时候啊，思想都对自己都放松了，这样就叫人家老板拿钱买房子了。作为交换，买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当时琼山的重点项目海瑞大桥的部分工程。海瑞是琼山人，是反腐败中国历史的老祖宗啊！我以他的名字命了个桥，但是我拿了你好处。此后，王富玉陆续安排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多地购买了多套房产，放在亲属名下，收受的大量钱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在我的照顾下，每次给了我以后，我就安排，就拿回去就放存放起来。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陈新在河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自己则用假名陈克孝在河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用虚假身份证开设多个银行账户，累计存入上亿元钱款。在琼山拿人钱了，买了房子了，又进了省委常委了，就没有敬畏了，说就拿纪律拿法律不当回事，这就是我出问题的根本原因。王富玉自认为隐藏周密，没人会发现，又位高权重，没人能监督，逐渐敬畏之心全无，乃至到了党的18大甚至19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王富玉呢，他对组织呢缺乏敬畏之心，纪法意识淡薄，而且这个侥幸心理严重，涉嫌受贿的这个金额，党的18大之后啊，这个占比呢高达70%以上，党的19大之后占比还有超过30%。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18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你不要拿人家钱了，
我说你晚年呢，安安生生的过日子算了。我说这个东西多少是个够啊？啊，我说现在这个中央这么对这个这么厉害，是不是？我说可不能大掉以轻心了。聊完以后呢，你这个事他也当时是也没吭声，但后来呢，你我看他还是不收手。茅台酒是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王富裕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个资源的机会。他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赚取巨额利润。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裕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裕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以合作为名在前台办事，自己藏身幕后运作。他具体茅台怎么操作，我就不用操心，不管这些事情。在海南呢，其实我就是个代言人。按照王富裕的指示，王富前往海南，陪同沈某请茅台集团项目负责人吃了顿饭，席间给王富裕拨了个电话。通了，就叫我，老高，你来接一下电话。然后接电话，听到领导的声音了。哎呀，还好吧，杨高，祝你工作顺利。你这个一切顺利啊。弟弟在那边也会招呼你啊。有什么事儿，就说，不要客气。我说感谢领导关心了。就那么几句话。后来嘛，电话一撂，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弟弟就直接跟我说了，这是大哥的意思，请高总，关照。我说没问题，是老大的意思，我就执行指令。随后，沈某顺利中标，王富以合作方名义坐收45%的利润分成。2015年到2020年之间，沈某按照约定陆续将钱转给王富，总的应该是有个6000多万。这笔大钱给他，他也没办法，他就一跟他一说，他说你就放在那吧，先把它保管下来，就这个意思。王富裕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裕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我说这个给王斌是合作起因是对的呢，但是你反过来想，他这个没有一个省委副书记的父亲，你能给他合作吗？不认识王斌嘛，像这种项目，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嘛，肯定接不到的嘛。在持续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王富裕又采取了一种规避监督的手段，先帮老板办事，等退休后再收钱，堪称期权式腐败典型。老板对他有承诺嘛，他说你现在在位不方便啊，你退休之后啊，我给你什么样一些保障。退休之后呢，他一度呢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了，是主动的打电话提醒这些商人老板这个承诺你该兑现了。退休后更猛一些，我感觉他不急，就是说好多你看转账呱就过来了，他也过去你还现金呢，还得躲一躲，你退休了就好像说就直接都转账就来了。退休以后他感觉脱离了个文场了，可能就没他的事了。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裕一案。王富裕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
2019年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裕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买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王富裕严重错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正部级级别不是护身符，退休也不等于上了安全岛。违纪违法问题，不论隐藏的多久，积累的多深，都有暴露的那一天，而且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沉重。这都是我自己出了问题，自己的世界观呢、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出了问题。我自己口服心服地认为，我自己走错了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的十八大以来，不论是谁，只要突破廉洁底线，触碰纪律法律红线，都必须面对党纪国法的惩处。正风肃纪反腐，事关民心所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求既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又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腐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十九届中央纪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基本工作导向，把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摆到更加突出位置，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不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着力解决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让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18年，甘肃省永登县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治理过程中，就严肃查办了一起严重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窗口，工作人员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陆续有多名群众来实名举报同一名干部。从十八大以后，这还我发现的，这还是第一个多人举报他同一个人，这事情就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被举报的干部是甘肃省永登县低保办主任赵永莲。除了信访窗口，甘肃省委第一巡视组也接到了相关举报，反映的也是赵永莲利用职务之便向群众索要钱款的问题。永登县纪委监委将线索汇总研判并进行初核后，发现赵永莲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举报，决定立即对赵永莲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会公开消息，进一步征集线索。后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了11笔线索，大部分都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扶贫领域，就是大病救助呀，或者是养殖资金呀，或者说是这个廉租房等方面的问题线索。这些举报最终都被查证属实。赵永莲身为县民政局低保办主任，承担着全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临时生活救助等重要职责，手握一些扶贫民生资金的审批权。但他却滥用职权，从困难群体身上捞取好处。我也知道我错了，唉，是吧？一下丢进万丈深渊，我不愿意提。我就在这里认罪伏法，这样呀，我
反正做的是我有些也是。对曾经的所作所为，赵永莲不愿多说，或许是因为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汪子强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女儿汪涛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积蓄花光了，还欠下了债，女儿继续化疗还需要花钱，汪子强那段时间心力交瘁。你看，这个花10亿万多，我花将近20万的资金，哎呀，把我就打到贫困世上了，没人说，跟谁说呢？就晚上偷偷自己哭，说个实在的话，他不在。我就失到心性了，但是作为我父亲来说，那副最大努力是这样的。有人告诉汪子强，他的情况可以申请大病救助，汪子强当即到民政局申请办理，这正是赵永莲的职权范围，他却骗汪子强说办这事儿得找人，得花钱。他有这个审批权，找到他，本来他可以通过这个正当的合法的途径去给他办理就完了。但是他还是把手伸向了这一户困难的这个群体。和队长一看了一下以后，咱们这样吧，咱你给我给5000，我给你想办法做10000过线，所有次把上面的一些给新的吃饭的可以打点的打点一下，不打点是一分都做不上。赵永莲对汪子强说，可以给他想办法报下来7万多元。但需要先给他35000元去打点关系。汪子强无奈之下，东拼西凑借够了钱，交给了赵永莲。救助款最终报下来了73000元，赵永莲又向汪子强索要了10000元。就是这个73000里面，他拿到了45000。我最后剩了28000。取证是他们家去取的。女儿呢，因为是骨癌，还常年卧床，家里面呢生活也是很拮据。如果像这样的群体还继续伸黑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想不通。在调查过程中，一个个受害人的情况都令工作组感到震惊和愤怒。杨小玲是永登县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1:1帮扶措施，赵永莲就是杨小玲的结对帮扶干部。谁知赵永莲不仅不帮扶，还在扶贫对象身上骗取钱财。杨小玲当时养了羊，赵永莲说自己能帮他申请到10万元养殖扶贫资金，前提是先拿5万元给他去找人打点。我没住他，那给我侄子打了电话里说的，说的错过几个天，那会就没机会了。我还问有啥手续不要，那会不要。杨小玲也是四处借了43000元，实在再凑不出任何钱了，全部交给了赵永莲。养殖资金却始终不见兑现。过了段时间，杨小玲和女儿双双生病住院，急需用钱，联系赵永莲想把钱取回来不办了，却一直要不回来。他是民政局的本地部的主任，问我就相信了，没有打手提，那你后面那就直接把那面都不见了，电话也不通，微信也不会，找不过那留着。魏玉朝和苏继平夫妇是又一户受害人，赵永莲欺骗他们的名目又花样翻新。苏继平2018年头部摔伤，做了开颅手术，医院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天天就我老公疼了，我眼泪都哭干净。直接病人这个严重的很，这个亲人的亲戚压力好大，感觉我就来好久。连活人的信心都没了，感觉就天就直接是一片黑的了，啥都压到我是一个人的身上了。村里帮助他们申报大病救助，报下来了7万多元，这本是一笔雪中送炭的救命钱，
不曾想，申请是赵永莲经手审批的。他知道这家人刚领到了救助金，就主动打去电话，声称还能帮他们申请廉租房。过来这一天的个那就打电话，那你到民政局过来，我们就要给你申请个廉租房。我付多少钱？需要多少钱？拿不着需要了啥不？6-7万块钱拿不着。申请廉租房其实并不在赵永莲职权范围内，他利用困难家庭需要钱的心理，谎称能找熟人帮他们办，诱使他们把刚拿到的救助金拿出来。作为这个社会救助的有权利的人，群众的心目当中呢，肯定觉得就是，非常信赖的。所以呢，就这样在赵永莲的一再的这个诱导下，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根据赵永莲的要求，把这个钱都给了赵永莲。后头那又打电话拿回来，所有请客了，孙子请客，再给10万，又给60万，又给60万。后头过了3-4天，又要60万。在赵永莲不断欺骗诱导下，夫妻俩不仅把7万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给了他，还找兄弟借了7万，总共给了他14万多元。过了一段时间，廉租房毫无消息，魏玉朝才意识到可能受了骗。我寻思那听他的人说的，赵永莲啥都不着，我就慌张了，这就把我骗下了，这钱全部就肯定花就都白了，我就这么想的。对于我们农村家庭，这就特别大、特别大的个困难。那这当领导的把我这么家骗下，我真正就没想到。我就忍无可忍了，我就此就告到县纪委了。赵永莲骗取的这些钱，正是全扔在了麻将桌上。自从染上了赌博恶习，他输多赢少，越是想翻本就输得越多，沉溺在赌瘾中无法自拔。把工资说的交给朋友借、亲戚借，后面就把他家里的农村的他家里的父母的这个农村的这间房子偷偷的卖掉，就他最后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不出这个办法去，这个大病就说普通老百姓就这方面开始就骗给了就。不少困难户都曾接到过赵永莲的电话，说需要立即转钱，好请关键人物吃饭。他们万万想不到，电话那端的赵永莲其实是坐在牌桌上。他有时候钱说的没钱了，就跟那边讲，就马上给打过来10万。我说我马上就请你到吃饭，于是在晚上，在作为这里面弄活，再找点钱结账，就给他一些是从银行的卡上转到他的卡上，一些是从微信上转到他的微信上。经查实，赵永莲共从13名受害人手里共计非法索取55万多元。2019年11月，赵永莲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那些人看着都可怜得很。再一次说声对不起啊！现在在监狱就好好改造。许多受害人都是因为信任赵永莲国家干部的身份才会受骗，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向管理和服务对象索要钱财，向最困难的群体行骗牟利，严重损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影响极其恶劣，必须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县纪委监委也是以此案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内啊，对这个农村低保、大病救助还有廉租房等领域的资金运转情况，还有人员的这个履职情况，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排查和梳理，坚决杜绝此类的问题的发生。对赵永莲的查处，也还了受害百姓一个公道，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对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都会得到认真调查、公正处理。党和政府绝不允许这类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逍遥法外。汪子强的女儿汪涛经过治疗，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
去年这家人又添了一个小孙女。不幸中的万幸，总算是命保下了。这就是我们感觉到很欣慰的啊！又找了个对象，结了个婚，生了个一亲宝宝。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5.1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61.1万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9.7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万人。2018年至2020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3年专项治理期间，查处问题28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9.2万人。2021年1月至10月，查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1.5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1万人。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人口大国，14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守住国家粮食安全，既要抓好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给，也要坚决遏制粮食购销、储存、轮换等环节的腐败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粮食购销领域加强监督，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并从中深度剖析涉粮腐败深层次原因，推动以案促改，完善粮食管理体制机制。2019年，江苏省仪征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系列国有基层粮站案件。仪征15个基层粮站中有14名站长被查处，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反正看我很后悔啊，这个事情就是不应该他的个人的，应该被他张上面。从我自身来说，慢慢也规规矩矩的搞的话，也不至于犯这个错。怎么说呢？现在我好像也不得用。问题线索是仪征市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主动发现的，在对全市基层粮站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多家粮站的对公账户以及一些和粮站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对公账户都和粮站站长私人账户之间存在财务往来。按道理，粮食企业你收购也好，销售也好，应当是公对公的事情，公账户和这个我们粮站的这个负责人个人之间的这个账户发生这个经济交往，这个是异常的。循着疑点调查下去，多家粮站站长靠粮吃粮的问题浮出水面，手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在粮食等级上做文章。收购的时候是按三等粮收购的，后来要化营了，化营之后化营可能是达到二等粮标准了。那差价当时就是说也没明确说，就这么公到市场。三等粮和二等粮收购价格虽然每公斤只差几分钱，但粮食量大，累积起来就不是一笔小钱。陈集粮站原站长高石林通过这种方式就套取了10多万元。等级粮直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粮食的等次也好，老百姓实际上他是没有话语权的，更多的还是适应粮站的这个规则。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则是贪污生意粮。粮站从农民手中收粮时，如果粮食水分杂质超标，按国家标准要扣除一定斤粮，之后粮库通过烘干、除杂等处理，通常会产生一定溢余。
例如100斤粮食经过扣量按98斤收购，实际去除水分杂质剩了99斤，多出来的1斤粮就属于生意粮。一个收粮季下来，积少成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出现生意粮本身是正常现象，按规定属于国有粮食，应该登记入账。一些人却隐瞒并私卖生意粮，侵吞粮款。仪征市多名粮站站长都存在这种行为，获利从十几万、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就是剩一部分，就是我们就会背到我们账上，或者有时候可能会打到我们卡上。我们仪征所有粮站都这样操作。生意粮和私利挂上了钩，进而导致有的粮站在收粮时故意多扣农民的分量，变相增加生意粮数量。有的基层加重了扣粮的这个程度，这个方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了。更有的负责人啊，可能在磅秤上面做了手脚，这个少啊，这也有。水分杂质早年都是靠经验手感判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现在粮站都已经有了仪器可以准确检测，扣量率也有国家标准，但收粮高峰时仪器检测慢，主要还是靠手摸。多扣一点量，只要不是太过分，农民一般也不会提出异议。所以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他是粮站说了算。他说你这个不干，他就不收你的，或者就是按他的标准扣，你愿意给他扣，你就卖给他。我们投给几亩地，投给都是稀土垃圾投去的，对不对啊？能扣的，你就一代一代反上反下，你崩上崩下就把你崩累死了。你少就少的呢，你给我卖掉，我卖完了我就走人，我也不跟你争什么一分二分的，我也不跟你争了。粒粒皆辛苦。短短5个字道出了粮食沉甸甸的分量。粮食是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也是亿万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他们是国家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守护者，而他们的利益也需要被认真守护。涉粮腐败问题一方面直接侵害农民利益，一方面变相套取国家资金，转圈粮就是又一种典型手段。我国粮食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导，政策性收购为补充。遇上粮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时，市场粮价如果低于一定价格，国家就会启动政策性临时收储，俗称脱市粮，就是用国家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目的是防止谷贱伤农，保障粮农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也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宏观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粮产地有人用转圈粮的方式钻这个制度空子，仪征多家基层粮站就是如此。当脱市粮收购启动时，将先前以较低价格收购的商品粮通过虚假合同伪装卖出，实际暗度陈仓，转为价格更高的脱市粮买进，一方面能赚取差价，另一方面脱市粮属于国家储备粮，国家还会付给粮库配套的保管费用，一举两得。这个虚假销售合同，那么它用于什么呢？做账。做账你看到的是整个这个仓粮食出去了，卖掉了，其实他并没有真实的卖，通过这个设备拖出去，然后呢在门口转一圈，然后再拖进来，把形式上做的和这个脱市粮收购的这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叫转圈粮，就是在门口转一圈，把粮食装车转上一圈，再假借一些关系人的身份证和账号冒充农民，完善卖粮手续，商品粮就摇身一变成了脱市粮。国家实行脱市粮价格的时候，是要防止谷贱伤农。对，这份利润应该是给这个最基层的这些农民的，实际上是这个农民最终的是没有落到太大太多的实惠。
仪征市纪委监委调查发现，多家基层粮站出现腐败问题，主管单位仪征市粮食局和市购销总公司也难辞其咎。例如，各家粮站生一粮从未按照制度上报并入库，主管单位也从未对照制度监督检查，内控机制流于形式。制度是反了不摸了，他也没有要求说你们哪个给这个应该按制度执行。粮食部门从到那个财务检查，基本上是不得检查流于形式。而在违规进行转圈粮操作上，仪征市粮食局、粮食购销总公司实际也参与其中。不是我们现在是做这个组的，把这个粮上面粮都转了出来，都是上面布置。这个你把它转为人，你上缴一分没，你自己充钱。主管部门到基层，都想请特斯拉的弄着，特斯拉的收购费用高，包工费用高。粮交当时是粮交，后是总公司，他要从中截留一部分，再给一部分给基层单位。依据机制呢，哪个不做呢？粮食局、粮食购销总公司布置基层粮站进行转圈操作，套取的差价允许基层粮站一部分自用，一部分上交用于机关开支，这本身就严重违反国家规定。这种情况下，一些粮站站长个人私吞一部分，也无人去认真监管。粮食局也好，总公司也好，这一块是知道这个事是不符合这个政策规定了，是错的。最后这个差价到了个人的口袋里面，应该从监管来说也是有问题的。案件还揭示出，监管严重缺位的背后还有深层次原因。粮食体制改革早就要求政企分开，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仍然并不彻底。仪征市粮食局和粮食购销公司就实质上还是一家，自然难以正确履行监管职能。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这些政策的这个执行者，这个制定者，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市场的主体。因为政企不分了以后，这个企业和我这个行政机关是捆绑在一起的。你基层职工的收入不到位，可能就找你行政部门，你肯定要相当于你要对他一些突击，也突击吧。这样的话，他做一些事情以后，做一些，就是为了征收，采取一些违规事情，一定是要睁一睁闭一睁眼了吧。仪征市纪委监委在办案中还发现，市粮食系统党的领导严重弱化，党的建设严重虚化。基层粮站党员组织关系在乡镇党委，人事关系在粮食系统，两边的党支部都没有将他们纳入日常管理。就这个两不管，就造成了这些人员呢，实际上是游离在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边缘地带。特别这个十八大以来的一个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一些新形势、新任务，他们基本上是不了解也不关注的。在这一案件中，仪征市粮食局多名领导干部、粮食购销总公司领导班子都被追究相应责任，共计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案件办理的同时，仪征市纪委监委也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一系列整改建议在粮食系统已经逐步落实。仪征市推动粮食系统政企分离，粮食局和企业彻底剥离，并入发改委，专心回归行业管理本质。粮食购销总公司和下属粮站并入市国有企业扬子投资发展集团，成立了储备粮食管理中心和粮食储备公司，按照国有企业制度规范管理。针对暴露的风险点，制定了18项具体制度，建成了仪征市粮食安全智慧监管平台，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维系啊，有他的主观原因，也有这种体制机制问题，多因一果造成他们今天的这种结局。
仪征氏这一系列案件暴露出不少国有粮企内部管理混乱、监督流于形式等共性问题。生意粮、等级粮、转圈粮等手段在近年来全国查处的涉粮腐败案件中多有发现，甚至有人在转圈时还采用更恶劣的手段将私利最大化，例如将质量不佳的陈粮以次充好，以陈抵新，进入粮食储备库。种种套路既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也直接危害国家粮食安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牵头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将从严从重查处涉粮腐败问题，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落实粮食购销主体责任，督促职能部门认真履行主管监管责任，督促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强化长效机制，切实改变监管缺失缺位状况，确保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取得持久性成效。这次专项整治呢，全国这么大范围的全方位的一个整治行动，要给党中央、给全国人民呢，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证明，不论是一些领域久治不绝的痼疾，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难题，背后大多潜藏着为政不勤、为政不公、为政不义、为政不廉的问题。踏上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是百年大党永保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秘诀，是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正风肃纪反腐，既是严肃的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也是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我觉得是感恩这个党的这个审查和这个法律的制裁，这些东西都对你是一种救赎。查清问题、严肃惩处不是唯一目的，还要让犯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最终实现自我改造。我由一开始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到逐步认识，确实感到自己错了。党组织一直要求鼓励存在问题的干部主动找组织交代自身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川生思前想后，终于走出了这一步。早投案、早交代，组织是真心救你的。零容忍第三集，惩前毖后，敬请关注。